结饱满的点，跑到外面来的点，挑，哇，这是蛮明显的。然后在这里就要紧凑了，这个笔画很多很多，不管它多粗，方硬。哦，中间这个白色距离都很短，按下去，移下来，哦，变有粗到变细的效果。然后这边写的非常的靠近，感觉都几乎都是粘到的。拿下来，勾起来，然后这边起笔，撇下来，哇，都是粘到的。哦，姐看不出来它这里有没有点，不知道有没有点，管它的。好，再折回来变细，然后按粗粗的折过来，然后粗粗的逆回来又变细，然后再点，哎，然后起笔点下来，勾起来，然后它这个点，照理说应该是这样子，不过感觉它又有点像要翘起来的感觉。哦，那再点，有时候磕啊，背有点略惨，或是磕得快，结。